2016年度盛典，年度最佳男脱口秀艺人，第三名老六，第二名九天，第一名左耳。恭喜他们，有请三位。再一次有请下我们的老六、九天以及我们的左耳。好，辛苦刘总颁奖。再次辛苦我们的刘总，就像我们一直哥说的那样，整场都在台上一直在进行来回跑的这样的一个运动。对，那一直哥，这个运动这个行业当中你最喜欢什么运动？体操。体操是因为为什么呀？因为凉快啊。秒懂。接下来是应该是左耳的时间，我表先表达一下，因为我是做脱口秀的，脱口秀有多难可能在整场里边我是最清楚的一个。我写脱口秀的本子写了一年半的时候，而且我是每周一期节目，我写到一年半的时候，我身上查出了很多很多的病，就真的是特别艰难的一个行业，要产出内容真的很累很累。所以你看，我相信左耳以前应该很瘦，这是内分泌失调导致的肥胖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左耳你的时间。好，相隔一年的时间呢，非常喜悦，非常高兴，又能站在年度盛典颁奖的典礼上。在这次颁奖的典礼上呢，感谢的人有很多，想说的话有很多，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我的哥哥赵皇帝，是一个好大哥，因为是他续写了我网络的第二次生命。一个长达了6年的 YY 主播，在这里面学会了很多的沉淀，也懂得了很多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也没有我今天手里的这份荣誉。接下来要感谢在年度期间呢出现的左家的这些好大哥们，感谢我大凡哥，感谢我叙述哥，感谢很多兄弟姐妹对我的支持。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左家军，6年的陪伴，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今天。最后说一句吧，帝王977欢迎所有的主播加入到我们的公会，加入到我们的家族当中。希望明年是帝王年，希望今年是帝王年，让我们一起加油。谢谢，谢谢左耳，谢谢九天，谢谢老六，谢谢三位。脱口秀真不容易。